哎，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昨天晚上在这里露营，准备暂时不去新疆了，我准备回家相亲了。因为年纪越来越大，在这个路上，一直在这个路上这么多年了，想找个老婆了，不想在这个路上浪费时间了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这个快到茂县了啊，茂县去年也来过，早上的风景非常的哇塞，特别是山上非常的美。我早上要去修车啊，昨天把这里撞坏了，看这个地方撞坏了，我现在要倒回去。我要倒回去修车，不能往前面再走了，朋友们。先倒回去，找个这个补漆的地方，把这个后面补一下，因为不然不补的话，下雨会漏水。早饭就不做了，直接去这个那个地方县市区去吃饭，随便吃点东西吧。修理店，应该半天就弄完了。上次半天就搞完了这个地方，现在还没上班呢，朋友们，等一下，等那个老板上班了再看。我还没有吃早饭，尴尬了，朋友们，找了2个修车店，尴尬了，修不了。他弄不了啊，这个后面。上一次我是在大理弄的，我是找到途虎养车店，半天就弄好了。上次，但是上一次装的没有这么，就是幅度没有这么大范围。哎呀，弄不了，算了吧，我回家弄吧，我直接上高速了，直接上高速回去弄吧。其实这后面弄不弄也无所谓。它只是那个踏板，那踏板还是可以踏的，只是就是有点不好看，因为撞有点碎了嘛。它是属于玻璃钢的，但是那个地方它漏水也无所谓，因为它漏水漏不到车里面去的，它是踏板。先别管了吧，不管它也可以。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哎，早饭还没吃，找个地方吃个早饭呢。停车也不好停，我现在在这个绵竹市啊，绵竹市就从这里上高速了。这里看到一家米粉店，吃个米粉吧。有啥吃的？这个要不要？不要。好了啊。
4块钱。味道不错。吃饱了，味道不错。这个地方好停车，我先睡上一觉，休息一下吧。今天起来太早了。哎呀，休息了。舒服啊，吃饱喝足啊，睡觉。蜀道义到彭州了，刚在服务区休息了半个小时，朋友们，中午12点了，继续赶路了，就出发了。人一车流浪中国啊，朋友们，我是小哥，我决定还是不走高速了吧，这个开销太大了啊，因为我现在回去的话也相不到亲，是吧，我就走国道吧，走国道慢慢游回去吧。咱们就在前面就准备下高速了，朋友们，直接在彭州下高速，走国道，继续去往甘肃，可能我还是要去甘肃挑战一下那个大沙漠吧。到了，又到了昨天那个地方，朋友们，又到昨天那个小镇了。因为我去甘肃要路过这里嘛，又到昨天那个清平镇了。今天晚上还是不想做饭。因为昨天晚上那个粉蒸肉非常好吃啊，是28一份，我今天奢侈一把再吃一份吧。找到了一个停车场啊，就在这个旁边，不知道是收费还是免费的。我今天在那个绵竹市那里还很热很热，到达这个地方啊，经过今天又是2个隧道，很凉快。
今天白白的烧了200多块钱的油啊，本来是去把这个车修一下的，你看这个车啊没有修，我找了两个地方他说修不好，所以我不修了啊，今天等于说白跑了一场啊，朋友们，白跑了一场一区，来烧了200多公里的油，还很累，啊，不走了。